你怎么在这儿？信息很迹明显，我没有带工具，只能通过观察做初步勘察。接到通知了吗？回答我的话呀！我没有接到通知却出现在案发现场，你觉得这不是巧合？你觉得魏有问题，这说明你开始长脑子了。秦明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彪哥的案子是不是与你有关？ 你想我协助调查，但你没有拒不令，对吧？那你就先让我完成手头上的工作吧。你就在这里，我不会跑。让他做吧，他不会跑的。他目前还是个警察。行凶点，我不相信你会做违法的事。感情用事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忌。虽然我不明白你这个所谓的兄弟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，但我真心觉得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刑警。 既然你们觉得我有嫌疑，你们就应该把我当做嫌疑人。秦明，我们都相信你。我是沿着这边进来的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窗户外面有铁栅栏。 凶手是不可能从窗户跳进来的。门锁也没有什么异常，死者在死前遭受过性侵，不过需要进解剖室，对伤口进不鉴定，没有连环杀手的签名。整个案发现场只有客厅有明显的打斗痕迹和血迹，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这个柜子上的血掌纹。这个不会是凶手的吧？这个血掌纹和死者手上的血迹范围一致，应该是死者的。 我就知道，我们没这么幸运。或许我们是幸运的，有一个厉害的家伙会帮助我们，或者说，是在利用我们。他知道凶手的情况。好了，我们做初步尸检吧。颈部有大面积切口，暴露了颈内容物，双侧颈动脉、颈静脉，包括气管、食管，完全断裂。颈部周围有大面积血泊，其中一部分血已经开始凝固了。 额骨有明显的骨擦音，应该是粉碎性骨折。出血量巨大，尸斑非常浅淡，不易被发现，尸僵还没有在关节处形成。角膜还很透亮。死者的死亡时间？昨天晚上11:30左右。你怎么知道？死者的手表指针不再转动，应该是在和凶手在激斗过程中损坏了。上面的时间是11:27左右。椭圆形的创口，没有创角。 应该不是常见的凶器。从作案手法来看，是电击杀手的可能性极小。不是他，这么肯定？就是他通知我来的。我采集到嫌疑样本，除了死者之外，还有另一个人的足迹，鞋码是43码。关了未婚，屋内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男性的生活痕迹，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。 你是43码？但关路易刚遇害不久，秦明没有时间换血啊。我没有怀疑他，只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他，我就怕……我们先回局里吧，刑侦那边估计有一堆问题等着我呢。秦明，没事了。 Thank you.